我自己覺得咧，喺咁多個國家嘅菜系入邊咧，對我嚟講咧，印度菜係其中一個配葡萄酒比較上棘手啲嘅，都會有一兩隻葡萄酒勉強可以配到印度菜。但係如果俾我去食印度菜嘅時候咧，我就唔會刻意去揀只葡萄酒嚟配啦，開支啤酒啦，不如。